关注一下，带您看到异国风情美食节，下个月即将在台北华山文创园区登场，数十家米其林料理的餐厅名厨将首度同台，要以拿手的异国料理全面攻陷老饕味蕾。 沾上饭衣的面包，在橄榄油里头跳着踢踏舞。红酒在做成那个臊子，要搭配的是已经用红酒炖煮非常入味的珍贵牛舌。炖煮让它稍微软烂就可以捞起来。覆盆子风味烩牛舌要呈现的是圆润的华丽口感。 即将在4月18号至9日天登场的异国风情美食节，米其林私房菜肴经典都要一一呈现。黑松露炒蛋可以搭配私房面包，奶油黑松露芦笋炖饭绽放出高贵的尊容。招牌西班牙海鲜饭、哈密瓜生火腿的开胃效应，还有意大利主厨亲自调制的马铃薯面疙瘩。 有浓浓的番茄酱汁入味，主厨亲自烹调米其林料理飨宴，美食原来还可以有更多异国的人情温度。记者潘丽勇、李婉婷，台北报道。 今天安妞韩流要告诉您韩星李钟。